2020年终于迎来了全新版本，研发与运营团队在综合玩家们的各方建议后，对游戏进行了重大更新，不但增加多款强大的新武魂，更增加了武魂之间的羁绊与隐藏彩蛋，在画面上更采用了 U14 引擎重置，给玩家带来更刺激爽快的视觉冲击力，而且在小说原著剧情上添加了更多支线任务。